到了这边是创客中心哦，是。然后刚刚老师有帮我们介绍，那边是雷雕，是是。绘画彩绘是，然后外面也有一些成品可以跟大家做一些更多的介绍和说明。是，那所以这些课程是由我们这边来设计，还是由他们孩子的需求，然后由老师带学生进来的？是，都可以。是。是，那这是，那我们公关小姐，我想请问一下，这是透过我们的那个社会局安排呢，还是直接到这里就可以？真的是，哇，真的，我们万安市场太棒了，它都针对一些小孩子的部分哈，让他融入他们的生活。哇，今天很多小朋友哎，是，哦，这是你们自己做的吗？对，就是青少年他们自己一手做，然后特别为了今天呢，哇，这是您做的，好优秀！你看，我们看这个。哇，这小雪熊，我到现在还不会做哎，这你做的？哇，这是你做的？不是这个，是是是，另外老师做的。啊，妈妈妈妈在里面，我以为是小学生哎，也变年轻了，整个感觉不一样哦。是，真的做得非常好，是是是，是。是，是，哇，真的今天真是如入宝山哎，什么东西都聚集在我们台北市，真的看到万安市长他们那么用心哦，真的是感同身受，好感谢社会局那么用心，是。专业啊，这不是不像一般小孩子画，已经到那些职业水准了。其实他们真的是还蛮厉害的。哇，太优秀了，真的没给大家欣赏一下。对，其他手里的一些画，真的是水准以上的。太棒了。是。大家一定要过来看看。是。是，谢谢。